快油枣，吹风机耶！啊，吹风机？真车？因为它要客制化啊。请勿偷拍。什么叫做请勿偷拍？它的京东是蛮特别的。可以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拍，不要偷拍。他已经告诉你不要拍。还写什么？看不懂了，吓你等等。跟你说不要拍，你要管他偷拍不偷拍。哇，这是啊，这有什么东东？这就是京东啊，京东很漂亮啊。啊，这样为什么不能偷拍？不知道。什么鬼？